好啦，今日翻一龙珠啊！咁啊，最近个武道会个奖励都出咗啦，我今日嚟抽咗啲券佢啦。喂，今次今届啊，算系最良心嘅一届，因为一周年活动啊，咁啊打满80场啊，有两张金券啊，你可以见到啊，有两张，即系比以前多张。跟住银券好似都有唔知五张定六张嘅，即系嗰度加埋等于送三张 SSR 俾你啊。跟住如果你奖励嗰度你想埋10,000名嘅话，就攞多张金券，咁即系嗰度你可以直接抽到四张 SSR。跟住佢又送多张比达，跟住 GT 悟空，就有张超级杀人，佢前前后后加埋成七张 SSR 噶啦，嗰度加埋真系爽。重复嘅，先啊，少年篇好似系啦，多张神啊。仲有张新嘅 out 卡，哇，魂技必杀又魂，但系得 R 嘅，有印度佬啊，其他嗰啲旧卡多三张啊，冇啦，抽埋佢啦，睇下抽唔抽到张神啦、啊，抽到嘅话可以攞嚟收藏啊。我想讨论区睇到有啲人睇到有条友话佢抽咗唔知六次定七次，跟住中咗四次嗰张神，即系讲到好似个几率好似好高下咁样，但佢又唔系吹水喎。我见佢张神佢真系有四级必嘅，即系佢真系中咗四张嘅。旧卡哦，不过可以锁必啊呢张，我识系 R 咧 ，R 卡又弱得滞啊 ，SR 嘅话或者考虑会留翻。又是饮茶。呢张虽然是 SR， 但不是太好用，之前都抽过了，废废地，主要是啲技能不好用。基本上整个少年篇，即是个人觉得最大的奖其实就是蓝将军，你抽到蓝将军仲好过抽到其他 SSR， 是呢。重复上一届已经抽过啲啦，冇太抖。O K 好用嘅，有一锁 B， 但系佢啲防好低啊，嗰张冇太抖，我已经升满咗，好似3000防都冇，得嗰2000几防，明明系个肥仔啊！旧卡，可以攞嚟升 bit 嘅。又系旧卡，又系升 bit。哦，冇啦，顶下又话机率好高嘅，又话唔知抽六次定抽七次有四张啊，顶佢肺，吹水啊条友，冇啦，最紧张嘅时刻嚟啦，又系最紧张嘅时刻，四次啊，有四次嗰度加加埋埋，咁就睇下先，有冇多到啲新角色啊？就好似冇啊。好似前两届都仲系呢啲喎，红神悟空，跟住就嗰张巴达克啊，
系啦，咁好似唔见到超三悟空咧，之前有超三悟空喺个封面度嘅，系先？咁啊，依家最想抽都系超三悟空啊，好似唔见到超三悟空嘅咩？诶，超三比达啊有啊，啊啊有，头先见到，反而仲多咗啊，米拉多咗 XV 嗰啲角色上去，头先见到。有个最尾大佬同埋嗰个米拉，就嗰条女好似系啦，啊，来吧，小三悟空，四次机会啊！俾我中一张到啊！我唔介意你另外三张重复嘅，如果你俾我中的话，喂，你哦。反而中咗佢老豆啊，巴特克呢张好旧噶啦，超旧啊！我初初玩嗰阵时好似都有噶啦，咁啊，依家已经系时代嘅眼泪啦。诶，俾新嗰张我咪好啦，俾张旧嘅我，而家咧摆仓库啊呢一张，冇乜用啊，纯粹攞嚟收藏，收藏用啊，收藏卡嚟。Come on， 超三，诶，熟悉嘅背影，天下无敌嘅合体，被截到，哇正，哇之前呢张好恨有啊顶啊，正啊最强老豆，日版已经有超激战啊，佢呢张卡迟下可以 DK 啊，有未来啊。小沙，诶，我唔犯啊，超入嚟嘅，系咧自属性嗰张，呢张我记得好似都几好用嘅，其实系啦啊，爆必加 70% 攻啊，比较实用啲啊。头先张巴达克都系，如果佢中到新嗰张啊好啊，新嗰张体属性嗰张啊，嗰张实用好多，被动技系 50% 血以上全部人加两格气。跟住必殺技好似仲有魂技添啊！中到歌章就爽啊！拉屎，来吧，超三，顶啊！达哥，我要悟空啊！达哥，你做乜走咗嚟啊？达哥，都好，算啦。唉，都好啊！呢张反正迟下都有一 DK 嘅，唉，都好嘅。